老李啊，这临县呀，一共有60万人，咱们两个是临县的父母官。你刚才也说了，这临县缺水都上千年了，但是再缺水，能缺我这个县委书记一口水吗？对吧？但我不能因为我能喝得上水，就不管这60万的老百姓了。咱们呀，这事一定得干，而且得踏踏实实干。当然了，这其中啊会遇到很多的麻烦，但是如果咱们做了，认真去做了，事实上是真的行不通，那咱们也算是问心无愧了。行，既然你决定趟着走，那我就跟着。我们说一个最现实的问题，你觉得上级会同意吗？哎呀，这我现在真说不准。如果上级不同意，咱想个办法说服他们呗。老林，出去找水还是要跟上级打个招呼的，别大张旗鼓。我知道，我好好考虑考虑。姑娘买啥呀？接于副书记。喂。您好，是于副书记吗？我是临县的童坤。啊，小童啊，什么事儿啊？于副书记您好，是这样的，我是向您汇报思想的。前段时间我犯了错误，临县的林书记给我一个记过处分。我内心反省了很久，我觉得应该主动向您汇报思想，请您指正。记过，为什么呀？是因为水的事儿。这昨天晚上啊，我想了一宿，出去找水这事儿，在上级没有批复之前，咱们要控制在小范围之内。你是不是心里也犯小嘀咕了？小嘀咕倒不至于，但我总觉得呀，工作要往稳妥了做啊。明天呢，咱俩去趟地委。早就该去了。这两天于副书记天天打电话找你，问你这抗旱补种的事儿，你天天泡在下面，他都有点生气了。现在想想啊，童坤说的也对，这找水这事儿，如果上级不同意的话，咱们工作起来会很被动的。嗯。童坤同志，把你的反思检讨给我收起来。啊，是，请书记指示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说你们要去找水？那我问你。你们临县的抗旱补种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？啊，于副书记，抗旱补种的工作最近不是闹旱灾吗？我们临县的情况，少跟我支支吾吾的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临县的抗旱补种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我们，你不用说了，你转告县委，季节是不等人的，要动员所有的群众，抗旱补种工作必须要抓紧。你告诉林杰。就说是我说的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什么？他这个县委书记要给我搞清楚。
就说嘛，上级咋能同意呢？对不起，没事吧？对不起啊。听说县里要干找水啊，全家都来了。林书记，我也要参加。林书记，昨天听说这个消息啊，我们一夜都睡不着觉啊。哎，林书记，咱什么时候开始？算俺一个。好。林书记，当年打日本鬼子，俺就给八路军带过路，山路咋走俺清楚。你算了吧，水生，那回在山里他差点迷路，要不是俺，他早抓瞎了他。拉倒吧，那回是你死活跟着俺才出了山沟。不管。不行拌嘴啊，不行拌嘴，反正俺要去。林书记，咱啥时候出发呀？你看这县委要跟俺去找水，这是天大的事儿。你看俺家的水帘都来了。哎，水帘呢？叔啊，找水这事儿咱们就给年轻人做，您这岁数大了，就在家歇着，等他们的好消息啊。老林，你看看，小吴来了。哟呵。哎，来了啊！我可不是为了你来的。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，这是咱们县水利局的水利专家啊，有了他，咱们这心里边啊就踏实了啊。我去哪报道啊？哎，上我办公室等我啊！上办公室等我。好嘞。啊，林书记，哎，他是专家呀，刚才我还以为他是哑巴呢。水莲咋说话呢？这个呀，是咱们县水利局的技术骨干。啊，这样吧，大家伙儿，咱们呀以村为建制，都到那边登记，好吧？去那边登记一下。走，到那儿登记。林书记，俺想去。哎呀，水莲，女同志就算了。林书记，为了跑山路，俺鞋都准备好了，你让你去吧。这个山路啊太险了，女同志去也不方便。林书记，你就俺家妮子去吧。林书记，俺不怕吃苦，你让你去吧。啊。先登记，好吧，先登记。好嘞，好。上哥的村石水生，哎，记上哥的村石水旺，水生水旺啊，写上。好，登记好了，下一位，哎，下哥的村顾大海，顾大海给写上。下哥的村安迪任盼水，任盼水，好。上哥的村石水莲，那个水莲啊，哎，这个女同志就算了。不是，刚刚林书记说了，让俺们来登记的。对。不是那个，这个地方特别艰苦，就是。那要不这样吧，孙先生，俺做饭行不？做饭啊，中。对。哎呀，这确实不方便。俺能做饭的，让你去呗。就算了啊，下一位。俺能做饭，爹，您看，你看看。哎，下边，搁那头。老高啊，林杰这个县委书记，他脑子里想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。抗旱补种的工作他不抓。反倒号召县里的老百姓出去找水，这不瞎胡闹吗？嗨，老于啊，林杰同志关心下边的干旱情况，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。作为县委的，他这是不分轻重缓急。嗯，那旱情是气候问题，是他一个人能解决的事情吗？他这是个人英雄主义。老高，我不是对林杰有个人成见，他这个人呢，有时候在工作上跟咱们地委就是不合拍。怎么说呢？特立独行，我行我素。老于，没那么严重嘛！啊，临县缺水是客观原因。老高，我觉得你对林杰太过于纵容了。你想想，如果他们临县今年抗旱补种的工作完不成，明年他们就得伸手向国家要救济粮。那你就给林杰同志打个电话，要求他们务必重视抗旱补种的工作，就说是我要求的。好，等半天了，都准备好了？没看见呀？那院子里所有的人都让我给动员起来了啊！从外面引水，这样的工程量可是巨大的。你有那个钱，有那个粮吗？行啊，你现在啊，你进步了。哎，我记得这话是3年前，你让我修渠，我问你的话呀啊！你留着喝吧。不差你这一口，就小半杯，啊！你要知道，我留下很难，
我不希望这又是你的三分钟热度。你看，怎么可能呢？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不想听这些。那行，说你想听的。咱们修渠引水，你觉得咱们现在哪条线最有可能？没有什么最可能，每条线都得去找一找。我是说，我跟你跑一条线，你觉得哪条线最好？那就顺着浊漳河一直往上游找。行，咱俩就走这条线啊。修渠这事我听你的。林书记，地委余副书记电话。行，我接个电话去啊。哎，喝水啊，喝一口，看你喝了我踏实。这林书记这么一嚷嚷，大家都动心思了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是啊，上面还没给答复呢，这边就已经满城风雨，被动啊。哎，你们看，哎，院里多热闹，没想到群众基金这么高，这群众没想到还捂持不住了，你看看。老孙啊，来来来，快坐，咱们商量商量啊。老孙，这影响这么大，万一上级不同意咱们出去找水，县委怎么向群众交代呀？梅阳同志啊，你这个事儿提得及时，我正打算跟大伙说呢。就为了这个事儿啊，林书记昨天想了一晚上，今儿一早见到我就跟我说，要把找水这个事儿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。可是没想到，你看这院里，这还是晚了一步。这还不是早晚的事儿？哎，临县的老百姓每天都想着水，盼着水，那谁知道这事儿，谁不激动？哎呀，我想啊。哎，这倒是给咱增加动力了，不是？没错。哼，就怕最后是咱们自己挖的坑，把自己给埋了。佟主任，你说话我怎么就这么不爱听呢？你少说两句能把你当哑巴？咋老是狗咬吕洞宾呢？你说什么你？你谁咬你？他说我是狗，哎哎哎，你才是狗呢！你他怎么说？少说两句。喂，余副书记。我是林杰，林杰同志，你这个县委书记可真难找啊！我打了好几次电话，就是见不着影啊。余副书记是这样啊，最近这个大旱呢，确实是把我们给忙坏了。我呢正准备明天去当地委，向您汇报这个抗旱补种的事儿。说到抗旱补种，你们临县的抗旱补种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？现在地委就差你们临县的情况没有报上来了。是这样啊。我们县委呢这几天下去了一趟，临县的情况太特殊了，百年不遇的大旱呢。要不这样，明天呢我就去地委，跟您和高书记详细的汇报一下。林杰同志，我听你这口气，你们临县是根本就没动，对吧？余副书记，你们把上级的部署都当耳旁风了。行，明天下午来地委，你给我当面说清楚，我看你能说出什么花样来。那好，那明天见，余副书记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听说在抗旱补种这么关键的时刻，你还让老百姓和全县委的人出去找水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为什么不提前汇报？这件事儿我也准备明天向您一并汇报的。我可听说全县都动员起来了，你这是准备先斩后奏是不是？好，你下午就来，我等你。哎，余副书记，老林，余副书记是不是很生气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很生气，我很生气。你为什么咱们县委准备向地委汇报的事情还没汇报呢？上面怎么知道的？啊，这还怎么汇报？又出什么事了吧？宁总，这事儿吧恐怕得再等等。是，哎，小吴，小吴，再等等这三个字我听了三年，我真是不值。这次不一样啊。昨天是谁跟我说的我留下咱们就开工？昨天是谁跟我说的我不当党主你也别当逃兵？昨天是谁跟我说的让我一笔一笔把它给画出来？我说的，我负责不行吗？我知道你的心思想修渠引水，但是这么大的事儿，不是你我一碰嘴皮子就能完成的。
你放心啊，就这事儿，我拼了命我也给他干成。信我，你就留下来；你要不信我，你现在就可以走。这次又是因为个啥？地委，下午我就去汇报一下，这是组织程序。别是等你去了趟地委，回来了，又走不成了吧？你放心，啊，这事儿说破大天际，我要给他干成喽。你就再等等。哎哎，小吴，你，念祖，哎，听我说一句，哎，听我说最后一句，听我再说最后一句啊。下午我去地委，如果还干不成的话，我这个县委书记也不当了，咱俩一块离开临县。林书记，哎，出啥事了？不找水了？没事，没事。啊，林书记，俺能登记是吧？啊，登记，登记。好嘞。上疙瘩村石水林，电煤气上。好。爹。嗯。既然是这样。要不先让石头爷他们回去吧，等你从地委回来之后，根据地委的指示再决定。老林，别犯倔啊！我有个想法。不行，我还没说呢。你一撅屁股，我就知道你要干什么。那我自己扛。你这狡猾，你就给我过来！哎呀，你老李，你没看见呀？那院子里那些老百姓情绪多高涨啊！他们的巡水队必须马上出发，咱们县委可以随后跟上。你疯了你！你等一天不行啊？不行！哎，你看，你能有多大把握？我去找高书记，高书记战争年代在咱们临县待过，他知道情况。我就是撒泼打滚，我也说服高书记。关键不在高书记，在于副书记。高书记同意了，于副书记，啊？哎，你可以当做啊什么都不知道，舒舒服服的当你的县长。这些事儿都是我一人干的。那不行，你这算我一个。你笑什么？组织程序上是错的，但出发点是对的，我愿意跟你一起扛。你要出发点都不对，我才不会向你屈服。是这样啊，快点快点，这样啊，之前我不是说嘛，让大家伙啊组织一个巡水队出咱们临县找水去，我们县委呢也会派工作组跟大家一块儿去。现在呢出了一点小状况啊。啥状况啊，林书记啊？哎哎，大家别吵别吵，咱听林书记说啊。别担心啊，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最近呢，我们这县委几位同志啊，包括我在内，手头呢也有好多工作没完成。我呢又害怕耽误大家呀出去找水，所以呢，我跟李县长决定啊，各村的巡水队可以先出发，我们工作组呢随后再跟上。好不好？好，行行。哎，有一点啊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要啊走得太远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你放心吧，林书记。胆儿挺大呀，佩服。爹，是不是出啥事儿了？咱一从县里回来，你就叫着俺俩来上香啊？
爹，你还是想去下一个的村？不去不行啊，咱村的大牲口不够用。你忘了俺叔了？你忘了俺叔咋死的了？那德林是恁叔，他是俺啥呀？那是俺亲兄弟。当年，恁爷爷走的时候，叫俺拉着俺兄弟的手跪在床前发誓，这要这一辈子都照顾好德林。俗话说，长兄如父，可是那年大旱，德林就是为了到龙王鼻子跟顾家争水，这一去就再没回来。爹，俺说了过头话，别往心里去。是啊，爹。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要不是咱临县缺水，也不会闹出那么大的事儿。说来说去，还是为了水。那你找他干啥？俺就是想不通这个。这不是又要找水了吗？上下疙瘩本来就是一个村，那人多势大嘛。再说了，人家大牲口多，还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啊，把这扣解开了，咱两个村一块儿去找水。用不着他们。是啊，爹，俺们兄弟俩不是孬种，咱上疙瘩村的村民也顶个，咱可不能看他下疙瘩村的眼色啊。那都是俺上辈人积下的恩怨，要在俺的手里把它解开了。我说老林，你先别说话了，让我好好想想怎么跟于副书记说。大兄弟，这咋弄了点木料啊？哎呦，他二婶儿在这儿缝衣服呢。下地去。哎，汗水，你这是干啥呢？准备修房。石头爷啊，你咋来了嘛？哎，咋了？那这下疙瘩村这路还不兴俺踩了？哎，好啊，快去你大海叔家，就说上疙瘩村来人了。哎，等等，走这边。好。进来。于副书记，于副书记，林杰同志，哎，见你一面真不容易啊。刘备三请诸葛亮的时候，都没这么难吧？于副书记，这个好多工作呢，没来得及向您汇报，是我考虑不周，您多批评。你们坐吧。哎哎，走。俺那有水，你们想喝自己倒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那我来，我来吧。啊。还生我气呢！哎呀，算了，本来想着见到你们的时候狠批你们一顿，这一见着了，气儿也消了。林杰，哎，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临县的抗旱补种工作，你们完成多少亩了？现在临县呀，除了城关、大菜地、河涧南园、临淇南园，剩下的只要有水浇地的地方，我们都进行了抗旱补种。这才多少亩啊？那其他地方呢？于副书记，跟您说句实话吧，我们临县其他地儿啊，全是旱地儿，人畜饮水都有问题，那是一滴水啊贵如油，根本就没有办法抗旱补种。抗旱补种，
那有水你们还抗什么旱呢？临县这几年不是修了很多水利工程吗？是，是修了不少，但是这场大旱呢，这些水利工程全都暴露出不足的问题，所有的水库、蓄水池全都干了。是啊，余书记，我们县委干部都分头下去了，那水库干的都冒烟了。有这么严重？ 可不是。哥，哎，给，好嘞。爹，好了不好了，上疙瘩的人进村了。你说啥？臭家伙，慢着！这场大旱啊，临县里边所有的水利设施全都不起作用，只有。 在外边找到可靠的水源，然后想办法把水给引到漓县来，这样漓县就不缺水了。哎，你给我打住啊！找水比抗旱补种还重要吗？我就不明白你们这脑袋里天天瞎琢磨什么呢？这谁出的主意啊？是我，我就知道是你。余副书记，我也是这个想法。你不用替他分担，你们这就是异想天开。 余副书记，可这旱灾，这旱灾早晚都会过去。临县缺水几千年了，要是能通过人力给解决，古人不早就解决了，还出去找水，这不瞎胡闹吗？不是，这不是瞎胡闹，这旱灾太严重了。我不瞒您说啊，哎，我也想抗旱补种，但是现在人喝水都成问题了，我怎么抗旱补种啊？我，这是你的个人决定，还是县委的集体决定？ 是县委的集体决定，老百姓听说这个消息都激动坏了，有些村子都开始动起来了。你还真跟我先斩后奏啊你？不是我，临县60万人，不是他们要出去找水，我拦也拦不住啊。是，这事儿没来得及向您汇报，是我失职，我接受您的批评。出去找水，需要多少物力，多少人力？ 能解决多少问题？你想过吗？我想过了，我觉得吧，反正现在临县也没水，先出去找水去，找水以后呢，喝了水就不渴了。如果能把水给运回来，这就好办了，就能抗旱补种了。抗旱的目的是什么呀？那是为了保粮食，没粮食那是会死人的。不是，您想啊，这一个人，如果三天不吃饭，他兴许饿不死。 但这一个人，如果一天不喝水，他渴死了就。对对对，这人，我说不过你，我带你们去找高书记说去。不是，您就做主就完了。走走走走，不是您先，喝口水走。好。哎呀，哎呀。 冯山兄弟，这是俺自己种的，你尝尝鲜。你这是？俺不是来寻仇的啊！这大旱之年，俺呢就不留你了。你的把这烟叶子也烧回去，俺瞧见他，俺这嗓子眼儿就冒烟。<笑>石头爷，哎呀，给俺吧。好。 嘿，这你自豪。石头爷，您坐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嗯，凤山兄弟，那东港那片地，撑不了几天了吧？啥意思？没啥意思。我刚才路过的时候啊，我瞅了瞅，那地呀，跟俺上疙瘩的一样。 也就几天的功夫，再不浇水，就全完了。说到底，还是为了水。嗯，想蒸那龙王鼻子，免。哎呀，龙王鼻子，哈哈哈哈，龙王鼻子那点水够咱哥俩沏壶茶，那已经是烧高香了。要说浇地，那可差远了。咋？ 你不是为了龙王鼻子而来？俺是来求和的。
求和啊？咋个合法？俺想啊，咱两个村儿，咱弄他个运水队，咱出去找水。运水队，就是那县里边那大喇叭说的那个啊。爹，别听他瞎说，老石炮，哎，没个规矩。你让孩子把话说完。你是想把俺下疙瘩村的壮劳力支出去，你们上疙瘩村独占龙王鼻子，对吧？哎呀，哎，风山兄弟，你也是这样想的？俺不这么想也不中啊。李书记说的到底靠得住靠不住，俺们还得寻思寻思。这大旱之年哪儿来的水，就是跑出去多远的路也难说，就是有了水，那么远的路等拉回来了，庄稼也就干死了。涡张河可能有水啊。哪儿？俺说涡张河。你是咋想的？俺是这样想的啊，咱两个村啊合在一块儿，咱弄个运水队到涡张河运水去，咱有粮的出粮，有力的出力，你看中不中？老石头，你呀还是惦记着俺们村的大牲口呢呗？啊？你这样说也中，可眼下弄水那是最重要的，天大的事儿咱都先放到一边儿。就算是咱两个村天天打架，那到了冬天可都得饿肚子。要是一块儿去也不是不中啊。下疙瘩村的大牲口多，俺看呐这巡水队的头头，嘿嘿嘿，还得是俺儿子大海当。中，大海就大海，那不行。恁俩来干啥来？爹，俺看您一直不回来，俺不放心。幸亏俺俩来了，要不然就让这顾大海当了俺们头头了。你咋说话呢？啊？俺咋就当不了你俩的头了？顾大海鲁莽得很。谁叫你会把俺们带进阴沟里？石水生，俺当不了这个巡水队队长，你想当，做梦去吧。爹，要俺说，各干各的，谁先找着水，龙王鼻子是谁的。顾大海，这话可是你说的。这是我说的。行，咱今天一言为定啊，谁先找到水，这龙王鼻子就归谁。大老爷们儿说话算话。对。爹，俺能说两句吗？一个姑娘家的，你说啥？爹，你就让俺说两句。石头爷、石胜哥、水旺哥，俺代表俺爹，代表夏哥的，给你们赔个不是。你这，俺两家打太多了，石头爷都说了，他是来讲和的。妹子，你干啥？当年的事俺都知道。眼下俺们又到了要紧的档口，石头爷能放下私怨来到下疙瘩，说白了是给大家找活路呢。咱就应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好好商量商量，找水是大事儿，不能意气用事。你给俺回屋去。爹，俺还没说完呢，要不然咱借给他们几头牲口。妹子，你咋胳膊肘往外拐呀？都甭说，哥找哥的水去，走进去。哥，哎，你今天可真行，你最后把于副书记都给忽悠了。怎么是忽悠呢？我这个，哎，既然于副书记没有反对咱们出去找水，这事儿得抓紧干啊。没错，省得他到时候反悔。哎，另外于副书记给咱提了个醒，万一省里不同意咱们跨境找水怎么办？临县缺水，省委知道，所以啊，方书记啊，肯定会同意的啊。对，
找方书记。爹，现在他们不跟咱一块走，也不借给咱牲口，咋办嘛？加高加盖。啥？既然咱没有人家，没有人家大牲口多，哎，哎，咱就把咱看家的手艺拿出来。哎，啥手艺？把咱装水的木桶啊，咱给它加高一尺，那能多盛水。那为啥要加高一尺？咱加高两尺呗。哎呀，加高一尺就顶天了，加高两尺，别忘了咱那是驴，再把牲口给累死了。我渴，乖，再忍忍，马上就到咱们了啊！嫂子，哎，佟主任，还没打上水呢。那个水少人多，就得到啥时候啊？乡亲们，这位是咱们县委林书记的爱人，林书记平时工作忙，大伙儿行方便，让他家先打吧。谢谢啊！别，那个佟主任，这咋好意思啊？好意思吗？这么多人还排着队呢，主任。哎哎，停车停车停车！哎，等等等等！爸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县委书记家属搞特殊啊？谁给的权利？是我，林书记，我这也是好意啊。老佟，谢谢你的好意啊。县委书记家属也不能搞特殊，得跟大家伙一样啊！来，抱抱抱。爸，我渴。哎呀，咱忍忍啊！这不是马上就排到了吗？啊，林书记，说啥也不能哭孩子啊！来，我到后面排队去。大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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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汉时期谁都不容易啊！我们马上就排到了，您先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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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您先来。再排一会儿，马上就到了啊！嗯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喝完了去写字儿，一会儿我检查。对，一会儿你好好写字儿啊，要不然你妈又该生气了。我哪敢啊，你可是县委书记。正因为我是县委书记，咱家才不能搞特殊。林姐，你跟我说清楚了，我搞什么特殊了？我要是想搞特殊，沾你这个县委书记的光，我至于带着孩子到林县来没水喝吗？我一个叫古汉语的跑到林县来当中学老师，你能不能给我讲讲道理啊？是，我知道你做的已经很好了啊，但是今天这事儿真不应该发生。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做啊？是那个佟坤那么热情，你觉得我好意思驳人家面子吗？我觉得这个面子呀应该驳。不是，你好好想想，这咱们啊都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，什么时候搞过特殊啊？凭什么干部就高别人一等啊？对。你说的都有理，你都对。妈，我还渴。哎，林姐，你看看啊，这家里没水的时候你管过吗？咱们俩一忙起来，我就想煮碗粥，都得去左邻右舍去借水。哎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我觉得呀，那也不行。你都有理，这日子啊，没法过。你，我渴我能忍，你也能忍。儿子一天都没喝过一口水了。好，坐好了啊。水莲，水莲，咋真没眼色呢？过来搭把手啊。
闺女，听爹一句劝，啊，不让去咱就不去了，在家陪着爹啊。就是啊，咱仨都去了，那谁照顾爹呀？别生气了啊，过来，帮帮哥。哎，女大不中留啊，看来水莲是不想要爹了。哎。哎，俺妞最乖了啊。